首领，刚才去菜市上刚回来，然后买了一条鱼，今天准备做一道辛辣爽滑的天湖巴辣鱼，先回家去准备一下吧。先把鱼拿去清理一下。切好的鱼片下入腌料调味一下，料酒。搓拌均匀，搅拌均匀后加入生粉，少许生粉就可以哦。嗯，可以了。配菜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去生火了。油温七成了，下入配料，盐、葱、蒜、大葱，下入豆瓣酱，还剁椒，调味料爆香后下入清水。还有鱼骨头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烧开就可以了。大火烧开了，下入鱼片，下好鱼片，大火烧开一分钟就可以。水烧开，下入少许的盐巴。鸡精可以出锅了，撒上辣椒、青椒、花椒，辛辣爽滑的天湖麻辣鱼做好了。麻辣香味特别浓。鱼肉滑滑嫩嫩，口感很好。天湖鱼它就是要很多调味料，就是味道要麻辣要很足的那一种，吃起来口感特别好。哇，好好吃，越试越过瘾。这边还有一点汤底，明天要来做冒菜，会很好吃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